这些和现实交换的特别的快，属于明天的人没机会再说爱。离开了万人瞩目寻你的城堡，对你笑脸越发回答谁写的美美。照片里面的生活比现实中好看，想要幻灭的世界颠倒且缓慢，所幸的从来只是饥饿和安全感，而没想及到没有你。山峰根本解释不了没人成功的理由。